欢迎。咱即届特别台湾原住民文化风云团的表演。我是于佳妮，佳妮的。我是 Peter Chan， 蓝静怡。真欢喜看了这侪人，有些咧农历年的时阵过来参加这最有意义的活动。是啊，多谢大家，我知影，可能有人本来有计划要去出去外口耍吼，特别花时间来看咱台湾的文化。啊，即嘛因为每一个活动拢有这侪人是嘛，背后吼就辛苦来策划造化的。啊，这个今仔日咱的这个。原住民访问团，因为是在洛杉矶哦，伊伫美国足侪所在拢有表演，明早伫圣迭戈表演了，伊也会过来到遮。是，听讲后日拜准备赶紧到这个来多西，所以。Las Vegas 啊，波恩啊，是啊是啊，哦，真赶真赶。啊，这伫美国遮就上侪个总招啦，要甲因可能所有行程啊、假啊、住啊所在，这两件事就是。你这两天就不管各位来就辛苦咧策划这代志。是，所以咱今麦要邀请咱即个诶访问团诶美国诶总召 Andrew 徐郭先生。啊，各位乡亲，感谢恁来捧场。啊，我先来介绍啊，咱结婚处副主任。伊提供这雕塑，予咱来表演。啊，这个副主任王庆义副主任，好、哦，请你过来一下哈。啊，这个咱台湾会馆会长方文武先生，请你。啊，咱知影五月是台湾传统周，咱台湾会馆。传统酒委员会总召严理事长，哦，哎，这三个就是讲阮后壁工程的对啦，哦，配音，阮有这个会场啊，这表演，哦，就无其他一只说当只情况，哦，啊，咱大家可以甲黄主任，哦，大家多谢一下。黄文福董事长哈，张姐，好，安尼啊，多谢阿您请坐哈。啊，我上课了，就是考不了一科。啊，我是这届原住民迄个美国的总召，我真。啊，真幸运啊！就是讲，欧米牧师台湾中央教会总会的原住民部分负责的迄个牧师，啊，伊叫我来处理这个全国啊，全美国这個安排这个行程吼。啊，阮安排有拢总有包括 Texas、Arizona、California、Oregon 跟啊。是啊，跟华盛顿 state 哦，啊，拢总行过有16个都市哦，啊，有12场的公演啊，吼，伫各城市啊，由各城市的迄个主办单位来负责。啊，我今仔日感谢所有来洛杉矶这个主办单位、甲协办单位，哦，比台湾会馆啊，啊，甲其他的协办啊，来甲支持，哦。啊，阮这个12个公开的表演以外，到尾啊，有呐，欧瑞根有2个都市，伊听着讲阮有这个原住民的表演，伊阁特别叫阮加2场，这2场毋是室内表演，这2场是室外哦露天的表演，啊，这是美国自由社会的迄个签约的卡姆斯，甲因的设计部邀请哦，啊，阮安排因除了表演以外。阮有安排这原住民去拜访啊，阿美跟印第安的迄个 reservation， 伊个波鲁库哦，去参观伊个迄个社区，因安怎做服务，啊，因安怎办理因家己个市政哦，啊，因个迄个教育，啊，迄个博物馆哦，因拢去参加
哦，沿途已经有参加过诶，特斯拉是参加过原住民诶迄个保留区吼，啊，后日我伫啊奥瑞个那包括啊，后日真感动诶代志，就是讲做一项经过阿里东啊 Phoenix 伊遐表演诶时阵，有阿美利坦印第安人来看，看看这原住民唱歌。伊讲有一个因个政府代表，原住民个代表，开讲话，讲到流目屎，是安怎？伊讲啊，你一万外公里以外来，你唱个歌，甲你表现个，含我个心肝真合对啦。讲这原住民可能从古早几大诶几千年前，爱几万年前，因过去那是一个亲族吼，或者啊我。简单介绍到这，啊，我多谢大家迄个吼，啊，我上尾啊，佫补充一个，就是讲，这个原住民，阮今仔一摆来真幸运，有两个查某美国牧师为着今年号召，伊要去台湾研究原住民的文化，爱拄啊找无这个接触的机会，爱拄啊找着阮，吼，啊，所以阮这个团经过伊。现在原住民伫波特兰死了，哦，将这每个原住，阮这团员拢总十几个，哦，安排伫美国家庭啊过年过节，哦，啊，互因知影讲啊，美国人是安怎生活，啊，因为迄个，哦，啊，这是哦，阮的目的之一啦，哦，啊，今年安排阮拢有达到阮的目的，啊有。或者个原住民会当有较侪物件，因买因转去以后，就是对伫台湾个原住民社区做迄个社区个服务啦。啊，即个所谓团员拢是业余个人，毋是职业个吼。因拢伫台湾拢家己后路。哦，啊，即届来安尼全程差不多一个月，哦，伊是甲老板请假来，哦，啊来甲即个乡亲。哦，照这个五月份亚洲传统酒诶时阵，甲大家表演，啊，甲大家安慰，吼，啊，多谢恁大家今仔日来，多谢。咱今日活动是，台语人文化传统酒诶活动之一，吼，咱即个。台语人文化传统秀的创作人真棒，啊，伊是算咱第代一个真好的领导者吼。咱即马要邀请咱的总召 ，Andy。哎，谢谢 Catherine， 谢谢你。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好。今天啊，这个 speech 哦，是本来是因为准备的啦，啊，唔知影吼，咱大部分拢是该讲得意的，啊，我想讲啊，anybody here doesn't speak Taiwanese, Mandarin? All right, good. So I can do part of the speech in English. So for those that don't know me, my name is Andy Chang Chia.I'm the chairman for the 2015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Planning Committee here in Los Angeles. So every year we try to do meaningful events that help promote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And one of these heritages this year is we talk about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So for those that don't know, Taiwanese Aborigines. Historical records show that they've been in Taiwan for at least 8,000 years. And the Taiwanese hospital research site, it's called Ma Jie Yuan, or I think it's called, translates like McKay Institute in Taiwan. There was a professor by the name of Mary Lee. Her research concluded out of since 2001 to 2010,
out of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only 1.2% register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Aborigines. She has results saying that more than 50% of Taiwanese inhabitants have Aboriginal blood. So, again, this is part of our legacy. And it's part of our history. So today, we have to thank our friends from, I guess, the Taiwanese American, or Taiwan Aborigine Heritage Tour. So without ado, I'm going to bring back Peter and Catherine. Now, thank you.台湾传统主持人回馆，每一年伊足重要一个活动。我知影今仔日台湾人回馆的当时，张皇古伊也有伫遮，咱希望我请伊先来一下。大家好，我是台湾回馆，我叫吴国华，代表台湾回来，多谢感谢大家来。然后嘛，要感谢很多咱的course啊，这种营养团队啊，各有很多咱的总招Andy各位来，伊拢做无闲的。 所以感谢伊接受了这个总召这个节目，啊，搁有咱正华义工，咱有原住民，不管咱哪里的原住民，因为我是平地的原住民嘛，所以真感谢公公，都同齐啦，伊是高山族啊，我是平地族的啊，对不对？啊，我这个感谢都有先看你，Anyway， 好，等一下。 Catherine，你台湾的出生？ 我大人，我伫台东大汉。哦，OK，我感觉真歹势，因为我台北出生吼，所以我对原住民真是不了解。哦，我所熟识，我所了解原住民就是阿妹。我是平地原住民对吧？应该是嘿。啊，我嘛是平地原住民啊，不过我学校的时阵啊，我多半内面有杨美族啦。 布农族啦，泰雅族啊，还有那个兰屿的，兰美的阿美族，尤其就是卑南族，就是。哦，是啊，我感觉，后来我知影这话，然后我去做一寡研究吼，感觉原住民对咱台湾的文化影响是真多，还有传统也真水。因为台湾已经变成了，就是人类演化历史哦，是足重要。是啊，是啊，啊，我想大家拢。 来看表演，准备听咱讲话嘛吼。所以，今麦就邀请咱原住民澳门团的主持嘉宾。各位嘉宾朋友们，各位阿伯阿嬷们，各位阿公阿嬷，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访问团，然后呢，这应该是我们的可能第9站或第10站喽。从 Houston 开始，哇，一路来，我们非常开心哎，终于来到了洛杉矶，感受到满满满满的照顾跟祝福，在此献上满满的感谢，谢谢你们，谢谢照顾我们，好温暖的人情哦。台湾美丽的富尔摩沙，有着清脆的高山。 漂亮的溪水，还有一个无人取代的，那就是温暖的人情。但在这片人情当中，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最纯粹、最迷人、最让你难以忘怀的声音，那就是来自台湾原住民的声音。今天。 我们是一群来自台湾各个山林里、部落里的青年，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的声音去跟你分享一个爱，这个爱呢是爱自己、爱家人、爱部落、爱上帝，更是一个爱台湾的心。好啦，不过我话恭喜最后，拍手。 好，我们一开始呢就要来跟你介绍5首歌，有哪5首歌呢？大家要仔细注意听哦，因为这是来自台湾不同族群的歌。
等一下会听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会让你鸡皮疙瘩的歌都会有。好，第一首歌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布农族的爆战歌，消息爆战歌，我跟你说哦，爆战歌就是啊，一年一度啊，布农族的勇士们都会聚在一起。哎，聚在一起干什么呢？哎，他们要告诉你他们有多强壮，我今年猎到了多少只山羊，我今年猎到了多少只山猪，哇，我多么的有肩膀可以扛起一个家。所以等一下会非常的 strong muscular 告诉你我们是多么的 proud。 好，再来跟第二首歌呢，就是周族的丰收歌，感谢上天赐给我们这么丰盛的资源，我们满心的感谢。还有呢，是我们阿美族的另外三首歌曲，包含了我们要礼赞大自然当中山的美好、海的美好、爱恋山海之美，还有爱的教诲跟美好的日子。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哈。好，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台湾原住民文化团的表演。
Bye.
这个声音呢是来自海洋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力量。今天我们盛装前来，就希望让原名再现，更希望在世界的舞台上看到台湾的力量。好，接下来这个片刻非常的重要哦，你要找一下那个很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可能在台湾都没有看过这些乐器哦。我们今天呢，把它从台湾运过来哦。这些乐器呢，都是各个族群非常传统的乐器。哇，你们已经有人在抢位置哦，一塞一塞哦。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你要学什么乐器哈、啊？大家等一下努力专心听，有包含我们泰雅族跟泰鲁格族的木琴跟口簧琴。好，木琴跟口簧琴。还有我们台湾族的鼻笛跟口笛，好，还有我们布农族的弓琴，以及阿美族的白笛，哦，还有各个族群都会用到的赶鸟器，哦，好，到底这乐器要怎么样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原音响念呢？我们欢迎他们的演出。
溪水吗？还是走过那个山谷吗？还是听到那个小鸟啾啾啾的声音？这些乐器都是来自大自然取材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接下来呢，还有歌曲要分享给你们。接下来分享的五首歌，包含了我们泰雅族在怀念的祖先的时候会唱的怀念歌，还有一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有没有听过 Amazing Grace？ 有，有没有听过举个手一下？哦，我以为都听过，但是金马伯赶快了，不相信，因为啊会加入布农族的语调，大家来听看看哦。Amazing Grace 加上布农族的古调融合起来，一定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首呢，大家听到应该都会小小流下眼泪，那就是《福尔摩沙或流浪》这首歌，大家耳熟能详，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还有最后一首，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心情歌。这首歌告诉着我们泰雅族的青年们，你们要努力的耕作，而且你们要有自信，不能够忘记自己是多么的骄傲，以身为台湾原住民为荣。接下来欢迎他们演出。Thank you.
我这身的服装呢，蓝色黑色为主的，其实就是早期台湾族社会当中平常的生活服装、工作，或者是做事情、去山上去田里都是穿这样子的颜色为主。那我同样戴花环，是因为为了演出，所以有戴上还有的项目的琉璃珠，我们的象征的琉璃珠。那这个耳环呢，只有未婚的女生可以戴。那我真的是未婚哈，我真的是未婚，I'm single，OK、okay? 然后这个不是为了漂亮哦，这个花呢，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用新鲜的草或者是花，是为了什么呢？屏东有没有去过屏东？很热，对不对？哦，很热。那所以我们的村民呢，族人呢，都会拿那个花草戴在头上，是为了什么？降温。哦，它是有功能的，是为了降温。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我的台湾族名字叫阿瑞，
Queen 是资深美少女的意思。对，我是那个屏东县的，他是北台，我是南部台湾族哦，在这个靠近垦丁的地方啊，在狮子乡。那我刚刚吹奏那个鼻笛哈，在我们台湾族的传统故事是说，台湾族的守护神是百步蛇，那百步蛇，发出的声音就好像鼻笛那个很哀怨、很低沉的声音。那什么时候百步蛇会发出声音？是在天灾来临之前，那老人家听到这个百步蛇的声音，就会马上逃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现在吹奏鼻笛有一种祝福庇佑的意思。那希望我们今天从台湾原住民十六个族群带来的歌舞，也能够带给在座的每一位爱台湾、爱台湾的每一位乡亲朋友，能够给你们一个美丽的祝福。谢谢。来自桃园县复兴乡，那是一个非常娇小又可爱的牧师，留在台湾是从事牧师的工作。那本身泰雅族有两个很重要的图腾，就是这个菱形，它代表的是主灵的眼睛，它代表的是你的责任，对生命的爱，就是对自己负责任，不管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有态度。那还有就是这个线条，它代表的是主灵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过程，当我们对自己有态度，你就会通往主灵的那一段。因为每个人人死都会自己的过程，对太阳族来讲，我们并不怕生死，很重要的是活的态度有没有活出生命的美好。那在这次的有机会能够重返到这个地方，其实第一次是15年前，我们第一届南湾合唱团有来过这里。那除了来分享之外，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次会想要来是想要来看我的好朋友，他也在这边，他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歌手，但是嫁给外国人留不住他了，所以呢我们请 Libby 起来一下好不好？ Libby 快跳舞，他非常的会唱歌，他是台湾的福音歌手。我必须要站起来是，如果同乡会需要有人教合唱团的话，他是很好的一个歌手，善用原住民的歌手，他非常的厉害。谢谢你们。马都树，我们是跟那个 Libby 一样哈，我们是同乡的，而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一个教会哈，我非常的想念他，已经太久没碰到他了，因为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有没有？我原来在美国才碰到他哦，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我们是花莲泰鲁格族，你看我们穿的都比较朴素，有没有？就是泰鲁的族。如果是有去过泰鲁格的话，我们家里就在那个附近哦。好，我们的名字叫苏丁 Sergio。苏丁是我的名字 ，Sergio 是我爸爸的名字。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做杨明英长，杨明是我的名字，然后英长是我爸爸的名字，我也是来自花莲泰鲁格族。哎吼，这是阿美族的问候语，再又可以跟我说一遍吗？哎吼，对，这用这句话到那个花莲、台东一定没有问题，就可以吃遍全天下。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阿美族分布在花莲跟台东，然后因为在东海岸，所以会比较炎热，所以呢，阿美族的衣服就会通常比较偏向于红色，代表热情哦。那阿美族的名字呢，通常都是吃的，像我的名字也是吃的，他的名字也是吃的，只要跟吃的都是阿美族的名字，所以我叫板奈。板奈就是美丽的稻穗的意思，所以跟我的人一样漂亮美丽。谢谢。那我叫独孤，独孤多一遍，独孤，独孤，是独孤哈。好，我是花莲阿美族，花莲有去过吗？有花莲人吗？没有。好，这个服装呢是阿美族男孩子勇士服装，然后这是情人带，情人带是在丰年祭，知道丰年祭吗？啊，丰年祭的时候就是有女孩子或喜欢的男孩子会把东西放在这男孩子的袋子里面，
代表那女的喜欢这个男的。他放的东西呢，通常都是会放槟榔，槟榔知道吗？啊，对对对。我喜欢女的。我叫独步，跟我念一遍。好，阿赖，阿赖是谢谢。哎，对对，谢谢。好，谢谢大家哦。三宝，我是来自屏东县三地门乡的卢凯族，问候语就是三宝。那我的原住民名字叫马勒勒勒，买乐，买乐，买乐乐就是马勒勒勒，意思就是美魔女的意思。那不都是美少女，我要当美魔女啊。那我这身衣服呢，就是我结婚的衣服。对，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呢，我还是把它穿出来给你们看。这是我外婆一针一线缝上去的琉璃珠。那这个呢，就是未婚的时候才可以戴的披肩，还有羽毛。对，后面的羽毛，这都是未婚的时候才可以戴，因为我们要在围舞的时候要展现最美的一面给男生看，才可以挑选。那已婚的呢，就不用这么花枝招展了。那还有贵那个，我们有分贵族跟平民。那我们的服饰呢，也看得出来是贵族还是平民，就是我们的图案，羽毛、百合花还有桃符，这就是贵族的身份才可以戴。那头上的羽毛也是，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贵族。谢谢。I'll view view you.Miu Miu Yu，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阿里山周族。有没有人都知道阿里山哦？最漂亮的地方。哎，我的原住民名字叫亚巴苏尤姆，意思就是一点点帅，一点点而已。因为我们周族比较含蓄。好，我这一身穿的服装就是我们重要祭典的时候头目所穿的服装啊，这一些都是真皮，都是动物的真皮哦。还有这个那个阿美族，还有情人带哦，它的比较大，因为它比较花心。我们周族哦，比较小就当一，就当这个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好，谢谢。我叫苗丽少，我的名字叫少啊，少的意思是一点点胖。好，现在我住南投，我现在在一个教会啊担任牧师啊。这个布农族有穿裙子，表示已经已婚哦，有两个孩子的爸啊。以前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东岸 ，Levi。我 Libby 的家，他的房间是我曾经住一个学期哦，所以看到他也非常的快乐。那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来到当中，透过啊原住民的音乐来祝福啊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大家好，我叫鲁莽，鲁莽，啊，不是鲁莽哦，鲁莽啊，马哥哥是我们的家族的名字，马哥哥 ，OK。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原住民布农族的名字跟外国人一样，我们姓氏是在后面的，所以我要介绍我自己要叫做鲁莽莽波波 ，OK。好，我来稍微介绍我们的服装哦。其实我们布农族只有这个长背心，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在山上行动方便，我们其实只有遮羞布，就是一块布挡着。那土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嗯，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在南投发生土石流，我们几乎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到屏东我都不知道。那因为我们的布农族比较有肩膀，我们的口袋，他们的刚刚说是专情，然后又情人带，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阿嬷、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姐妹，所以我们的口袋比较大一点。这个真的是放火，就是我们的口袋以前可以放火种、打火机之类的 ，OK。然后呢，后面来上牧师。这个是我们的百步蛇的图腾，传说我们是跟百步蛇借这个图案来的，然后忘记还。
然后忘了记牌，所以然后转回来，好 ，OK， 好。那因为我们布农族主居地是在南投，也就是台湾的中央。那你们以后看到我们两个站在哪里，中央就在哪里了。谢谢大家。非常辛苦，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蔡金贵教授在哪里？蔡金贵教授，还有我们的蔡师母，还有我们的欧命维拉牧师，大家都不在，反正呢，我们这一团呢，就是由他们非常辛苦的带领我们，从休斯顿开始，一路这开车在我们，把我们当做小一样照顾，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下，那就是大家等一下有看到一个非常帅气、非常厉害、拿着专业摄影机的，他就是我们国际摄影师大师，我们的大桃。大桃在哪里？有吗？后面？哦，那边。来，各位，阿姨叔叔哈。你是单身嘛？有查甫吼，也再给他介绍一下嘛。OK， 好，那我们团员呢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喝口水，慢慢咀嚼一下刚刚的歌。等一下呢，我们再会给一个不一样的联名响应。大家休息个片刻，十分钟后我们马上回来，谢谢。